谢欣颖，欢迎。穿着耀眼亮片礼服，谢欣颖化身完美女神，为美容产品站台。刚结束英国游学和日本旅游，为自己充电过后，心情看似相当不错。确实让我觉得在那边很自在。然后，虽然我平常在台湾已经很做自己，但其实我觉得在那边更做自己。然后，等去那边等于算充电吧。而且回来之后状态更好。而这次接下韩国美容品牌的代言，是因为看中品牌所强调的达成肌肤完美平衡，与他平时看待生活、面对人生的想法不谋而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会很喜欢徐花秀的 slogan Find Your Balance。所以，我觉得就相信大家跟我有一样困扰，就是在工作上面跟人生很难取，就生活就是其实很难取得一个平衡点。然后尤其当你很焦躁，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压力很大的时候，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。对，而这一次的强打产品主打将韩国传统药草的润燥精华融合在保养中，让上班族女性平时待在冷气房里所忽略的干燥肌肤问题一次解决。其实润燥精华它其实算是一个前导液，那就是在保养化妆水之前，它其实是第一步。享受完假期，谢欣颖坦言心情太过放松了，体重也跟着胖了不少。经过去年在感情上的风风雨雨，现在的她更自在做自己。谈起身边有没有新的对象出现，只轻松地说跟自己谈恋爱非常幸福。 Now News 新闻，甘正国、宋元璋采访报道。